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国天下的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郭正彤。最近有消息公布了，就是申请英国 BNO 的人士呢开始按季度这样来到减少。原因就是因为英国的生活和状况、经济、社会都每况愈下，很多人觉得那里此地不宜久留。有一些组织呢就讲到有 99% 去了英国的 BNO 人士呢是不会回来，但是今天话给大家听，他是讲大话的。有大量的人其实已经回流了回来。有很多所谓的手足投诉英国那边工作辛苦、劳动力为主、待遇差、老板敌视、不够白人争、社会乱、生活基本条件不断遇到通胀等等。英国现在步入了又一次的寒冬，面对紧的是比以往相信历史罕见的730万户的英国家庭，涉及的人次如果以三口为一家的话，是超过2000万的人是没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面对饥寒交迫。而今天这集亦都会跟大家讲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英国现在的社会安宁和犯案率是去到什么程度。还有好久亦都没有跟大家更新过关于卢旺达的一事怎样去安排。最新的消息就是卢旺达被英国的最高法院说是违反人权，但新卫城说就算用到紧急法都要将人在下年年头踢走去卢旺达。新闻资料转头为大家一一来到去分析。而关于11月30号的星级冠军级海鲜盛宴在尖沙咀的翠林辣蟹坊的晚宴安排，来紧11月27号将会是最后的报名日，因为准备这个菜单需时。好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关于菜单上面讲的六位起是不是一定要凑够六个人，其实不是。之所以我们是在广传来到去公布的话，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来到参加。里面的星级菜式一定要是六人份量起才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分配绝对会公平，因为有好多当中的菜式都是一人一件的。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联络 6803-1633,WhatsApp 6803-1633 来到了解情况。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片尾，就是睇我点样介绍呢啲菜式。11月30号系嚟緊嘅星期四夜晚7点开始呢个晚宴。最后报名日27号。呢个系家国天下第一次亦都应翠林辣蟹嘅要求呢嚟到帮忙呼吁。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击家国天下嘅频道，点击订阅制同埋点击隔篱嘅钟仔。我哋开台4个月啦。喺4个月嚟讲呢都多得大家嘅支持。点击订阅同埋钟仔呢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希望大家亦都将家国天下频道广传开去，介绍俾身边嘅朋友，事不宜迟。现在开始呢为大家分析今日嘅新闻节目。英国嘅 BNO 人士呢就大家知道呢啲个所谓手足呢都系冥顽不灵嘅。佢哋去咗英国嗰度就粒声都冇，即使英国有几十万嘅人出嚟嚟到支持巴勒斯坦，有几十万嘅人出嚟呢嚟到搞停工停市停学，佢哋呢完全就变咗顺民，甚至支持政府嗰一边。英国嘅情况而家面对呢非常之严重。大家知唔知根据喺2021年初嗰阵时候，英国呢就做啲弹弓手嘅行为，搞啲什么 BNO 嘅五加一拆船计划，到而家呢一刻到底有几多人申请咗嗰本咁嘅殖民地 passport 呢，就係、是、有总共19万嘅人嘅。咁19万有几多人真係去咗英国呢？根据数字有去咗英国嘅呢就有15万，但係去咗唔代表唔会返嚟。咁真正现在喺英国逗留嘅人有几多呢？我慢慢就同大家解释。我只可以咁样讲呢，就係、是、去咗英国嘅呢批香港人，根据多方面嘅民调嚟到显示，有几多人係高学历，有超过30%嘅呢係有硕士同埋博士学位。即係话佢哋应该系本来喺香港都系高薪厚职㗎啦。但係佢哋就因为乘住 BNO 呢啲咁嘅拆船计划呢，佢哋就觉得可以崇洋媚外嘅，佢哋觉得可以揸本外国嘅 passport 去外国生活就好高档。点知去到呢就知濑晒大嘢，财不称职。但係呢唔系话自己嘅财唔够嘅职能，而系自己嘅学历远远高于佢哋而家做嘅劳动性嘅工作。但是到底有几多人做緊嘢呢？有一半人都係失业。有一半人去咗咁耐都係失业咁耐。真係做緊嘢嘅呢，有全职工作嘅得30%嘅人係有全职工作。90%嘅人呢係做緊 part-time 兼职。60%嘅就係所谓嘅自雇人士。
有五成嘅人咧都系冇嘢捞，冇嘢捞就点啊？冇嘢捞唔紧要，英国咧就唔系包生仔嘅，佢咧就叫你过去，等你带住你副身家家当过去嘅啫，用完你就劈噶啦。五加一，所谓五加一就系好多人觉得啊，我点都要撑到五年咧，要攞嗰度嘅身份，要攞嗰度嘅长期居留，但系到底五年之后嗰、那个加一嘅时候，佢仲会开啲咩新嘅条件，大家都唔会知道。根据呢啲咁嘅文条咧。啊，就有唔同嘅机构，有啲呢係有相同之处，咁相信呢就唔会错，有啲呢就有佢哋嘅偏颇。我哋只知道呢就係根据啲文条，有四成人呢都唔满意嗰边嘅生活，唔满意嗰度赚嘅钱啦，唔应该赚咁嘅钱嘅，以我咁嘅人才佢哋觉得唔满意啲工作量啦，因为佢哋赚更多嘅钱，但呢啲通常都系劳动工作，所以呢个工作量啦时数啦佢哋系不满嘅。又或者有啲做 part time 嘅人呢亦都冇足够嘅机会嚟到开工。佢哋唔满意被孤立。被孤立呢就是英国嘅社会冇好好咁接受佢哋。佢哋觉得啊，佢哋有个讲法就係、是、你要搵工呢千祈唔好同白人争。因为啲白人呢好鍾意争嘅工你一定争佢唔赢嘅。我呢个亦都系事实。所以佢哋亦都话嗰度嘅老板呢系对佢哋有敌视成分嘅。嗰啲组织即是偏颇崇洋媚外分子嗰啲组织，例如协助港人移英嘅组织，佢哋亦都嘅民调呢大概嗰个数据都系相若。有一样嘢呢佢哋就咁讲嘅，话九成九 ,99% 嘅人呢去咗英国都会咬緊牙间咁撑落去，宁愿喺嗰度操劳都唔会返香港。 99% 佢话到底系咪事实呢？绝对唔系事实，话俾大家听。如果以实数嚟到计，十九万嘅英国人系有 BNO， 好多人就纯粹觉得我有 BNO， 我咪申请定嗰本 passport 先咯，未必一定要去。真系去英国嘅咧就有十五万，即系由2021年到而家有十五万。呢十五万人里边啊，讲个数据俾大家听，香港2022年嘅八月去到今年2023年嘅八月，我哋人口增长咧系破咗97年以嚟嘅高峰，我哋系增多咗啊超过十五万人嘅。咁我当佢大概15万啦，有时至8月嚟到计嘅话呢就係有6万人都係抢人才计划而嚟嘅外来人才。咁但係即係如果15万减6嘅话，咁仲有几多啊？都仲有9万人喎。呢9万人喺边度嚟㗎？ 9 万人当然香港本身亦都有移民嚟香港嘅人啦。但係呢个数字点解突然间去到更加高，去到2023年嘅年中会咁高，就因为有大量嘅人回流咗返嚟。大大话话都有几万人就是呢班 BNO 人士回流咗返嚟香港。所以如果以15万嘅 BNO 人喺英国嘅话呢，起码都有一半係返返嚟香港嘅。所以真係留喺嗰度呢寥寥可数，又可能有啲人呢就鍾意识喐两边走咁样啦。所以大家之前先睇到單新闻呢，就係有好多人返到嚟之后发觉呢就係、是、喂点解返嚟㗎，你嗰啲 NPF 啊点样计啊等等，就有呢、这个犯法之嫌啦。仲有需知道呢，即係呢样嘢喺呢个拆船计划一开始嗰阵时候，我哋啲视频已经不断咁讲㗎啦。如果呢个世界有啲人佢嘅身家知识能力係真係容许佢移民嘅话呢，佢早就已经啊鍾意嘅话就去揀自己鍾意嘅地方，攞嗰度嘅身份同埋 passport， 乘住 BNO 呢啲放宽计划呢拆船计划呃人过去计划先至有能力过去嗰啲呢，都係能力较低嘅人。呢班能力较低嘅人呢，因为 BNO 门槛低，所以呢班人亦都能力低，有好多人去到其实连英文都讲唔掂嘅，身为崇洋媚外分子连英文都讲唔掂，呢啲呢就简直系可耻厚面皮。作为香港人呢，两文三语国际视野呢、这个作为香港人嘅基本嚟嘅，呢班崇洋媚外分子以外国嘅月光特别员，以企外国立场嘅自由民主偏帮外国，踩低我哋自己民族为佢哋嘅价值来源、自我感觉良好嘅来源，居然去到呢就连英文都搞唔掂。有嗰啲所谓協助香港人移英嘅组织就话，既然你唔掂嘅话，你就唔好諗住搵返你香港能够搵嘅工啦，去嗰度呢搵多啲技能，搵门手艺嚟做下，例如话水啊、电啊，例如话烹饪啊等等啦，即係呢做水电做厨房。做厨房系一样点样辛苦嘅嘢呢？呢、这个唔系一门手艺咁简单。如果做水电嘅话，嗰度有大量嘅工会，根本你入行同埋考牌非常之难。通渠啊呢啲嘢呢，装修三行呢啲係非常非常之难嘅。嗰度有好犀利嘅工会，当然
天主公会全部都搞啊大停工啦，啊佢哋又会唔会参与咧？系啊，英国咧就2023年关于嗰啲医护啊、教育界啊、大停工嗰啲清洁啊、清道夫、街嘅清洁卫生嗰啲部门咧搞大停工咧，呢啲嘢系到而家仲系继续噶，所以条街仲系好臭，仲系垃圾堆积如山嘅。咁大家都知啦，讲呢啲嘢嘅时候咧，嗰啲崇洋媚外分子佢哋唔中意听，但系佢哋自己人咧都已经不停咁啊内讧啦，就话你唔讲真相出嚟，就咁讲啲凄美动人嘅嘢，就咁讲啲美好包装嘅嘢，就呃咗好多人过去，而佢哋互相指责，有内乱啊！有啲人咧就系佢根本咧连喺香港都并不是高薪厚职之徒，佢就为咗道气，想啊追求自我感觉优越咧，就去咗英国。佢又推出咗，有啲人推出咗呢个低成本移英攻略全记录，就系讲佢由2021年去到英国嗰阵时候咧，点样啊带住啲咩？带住$20,000，带住一张直飞嘅机票唔翻嚟，点样去到嗰度咧？第一时间就落脚，搵间 Airbnb 落脚先。第二日佢已经开始搵工，讲佢喺英国挨嘅日子全记录。佢话吓，佢话呢个低成本移英全记录咧，系可以启发到同埋协助到佢嘅所谓嘅同路人。但系大家睇完之后咧，都觉得非常之唔对路。咁我讲俾大家听，呢啲记录系讲啲乜嘢？呢啲记录咧就系讲佢如何啊坐住呢个一程嘅机票唔会翻嚟噶啦，佢始至第二日就落到地已经去揾工，好快佢就揾得到一个仓务嘅搬货工作，就系做呢个 part time 嘅。咁咧佢哋就 offer 3,297港元一个礼拜，即系3,297当3,300啦，乘四嘅话咧就系佢月薪啦，即系10,000+左右。然之后佢咧就不停咁做 part time， 不停咁骑牛揾马换呢个工嚟到，希望争取更好嘅时数同埋薪金。佢啊先系做仓务搬货，跟住第二个礼拜又做呢个包装员。包装员咧即系包啲咩咧？例如话喺超级市场嗰啲发泡胶盒包住嗰啲餸啊，嗰啲发泡胶咧，嗰啲叫包装嘅工作。嗰啲咧做嗰啲都叫包装员，有好多。移英嘅香港人呢 BNO 仔佢係去咗做嗰啲包装员嘅。跟住佢喺圣诞节嗰阵时候呢，又喺超级市场唔係做收银，係做搬货。亦都喺健康食品嘅生产线做食品生产嘅操作，即係咩？即係包装囉。唔通佢会煮嘢食咩？不停咁跳来跳去，终于好不容易佢挨完呢个3,300一个礼拜俾多佢㗎啦。3,300一个礼拜而成功去到啊5,839一个礼拜，我俾多佢少少啦，当呢个5,900一个礼拜，5,900一个礼拜嘅时薪咧，佢就揾到一份长工，长工咧就喺个纸巾厂嗰度啊做全职嘅工作，做全职之余咧，佢仲踩多当 part time， 就喺牛奶厂嗰度边做 part time， 一日打两份工，好不容易啊有5,900一个礼拜嘅港元。佢话佢去到英国咧，为咗争取更多嘅工作咧，喺头段嘅日子全部都系7天工作，一日咧踩超过12个小时。再讲多次，一日踩超过12个小时，做7日夜，而全靠佢做咗呢个纸巾厂嘅全职工作，加呢个牛奶厂嘅 part time 咧，先至令到佢有唔够6,000一个礼拜嘅薪金，跟住可以有一日假放，所以佢觉得咧已经好感恩。同佢同行咧，原来佢仲有太太同埋细蚊嘅。佢太太亦都揾工作做，亦都喺纸巾厂嗰度咧做全职，亦都系做包装嘅。佢哋嘅计划就系咧喺嗰度挨，挨到有钱咧就喺嗰度买楼同埋啊，先至买车，跟住咧去争取喺嗰度啊做永居。所以咧呢、这个就系佢哋谂住记录呢个生活，就可以启发到同路人。但系数好多同路人就觉得啦，一个礼拜踩足7日，每日踩超过12个钟头，你咁样为乜嘢啊？赚到个10,000+一个月，跟住你太太又过咗去做嘢嘅时候，啲细蚊边个睇啊？然后佢话咁你平时做嘢辛苦嘅时候点啊？佢话犀利啦，佢照自己同自己按摩大法，就因为日日咧只手都做到筋疲力尽同埋酸痛，所以日日都要帮自己只手按摩。呢、这个就系佢平时嘅娱乐啦。所谓嘅自由同埋民主都荡然无存，去到咧有得生活先再讲啦。好多人就话啦，若然啊，你咁勤力实干，如果你用同样嘅拼劲喺香港嚟到发展嘅话，
你早就唔系啊呢个生活啦。点解要去到嗰度先识得营营役役、安分守己？难道呢啲咧就系奴性？难道呢啲咧就系啊贱骨头？咁咧有啲同路人咧，所谓手足咧，真系去效法。话说就有一个中老53岁，叫阿 Matt 嘅人咧，就去效法呢个低成本而应嘅全公粮。佢去到嗰度嘅时候咧，就真系由呢个仓务嘅包装开始做起，亦都系搬下货。但系佢系2021年底去到白明翰嘅。白明翰系咩地方？白明翰就系之前报道咗呢个嚟紧27个会破产嘅城市之一。佢以前喺香港系做咩呢？喺机场做管理员嘅。去到搵咗3个月工，先好不容易经朋友介绍，先至可以呢喺仓库嗰度嚟到搬下货。然之后呢亦都帮佢送菜嚟到做包装。嗰啲菜啊、瓜啊、牛扒啊等等，超级市场啊，卖嗰啲嘢做包装。时薪呢就系10.5英镑一个钟。佢话呢嗰阵时候咁样嘅时薪都可以搵到啊15,000至16,000啊嘅港元一个月㗎。咁但系呢佢话居然2023年病情过去咗之后呢系情况更加差喎。反而呢英国有个好特别嘅情况，就系病情过去咗之后呢反而消费更加差。然之后导致佢做嘢嘅单位呢就要佢无定向咁样嚟到去返工。先系返2日工，跟住呢就放4日假，然之后呢就要佢连踩10日，跟住又放2日。佢话咁样嘅时数呢佢就会命都冇得享啊。所以佢就要用自己嘅年假呢嚟到作为休息。如果唔系呢佢会惯低。佢话连踩10日啊嘅高劳动工作佢顶唔顺。所以呢喺不满底下呢佢就同公司讲要转工啦。佢就情愿做兼职，淨係返5-6日。搵嘅钱少啲啊，但係呢佢话咁样呢会起码有返个人生，有返个 life 咁话喎。咁呢个有返个 life 嘅决定呢令到佢舐晒大嘢啦。因为突然间呢个公司呢就限制，就本来一日可以做10个钟呢就只限制佢朝早8点到5点。然后佢嘅每个小时嘅工资呢就冇变，但係呢时数就减咗，所以搵少咗。佢本来呢就之前啊去到最盼望嘅呢就係有呢个星期六日，因为有 OT 嘅话， OT 加钟嘅话呢就会有加钱㗎嘛。咁但係呢啲 OT 加钱呢由本应每个小时加3磅去到每个小时呢就係加得1磅，减咗2磅。佢话咁样嘅待遇又顶唔顺又辛苦，所以决定唔捞啦咁样。咁其实唔捞呢啲下难嘅工作佢可以仲做啲乜嘢呢？英国嘅生活呢就係咁样㗎啦。好多 BNO 去到英国嘅人呢根本就搵唔到佢原本喺香港嘅知识程度嘅技能程度嘅工作，只能够做啲呢连白人都唔想争嘅工。但係难道呢啲咁嘅工去到英国系冇人同佢哋争？英国系唔系自从新伟城之后开始 cut 移民呢？ cut 啲颠沛流离嘅人嘅庇护呢就梗系唔系啦。我转头亦都会同大家讲㗎啦。就系讲到卢旺达嘅最新消息嗰度呢就会同大家讲现在英国新伟城嘅不力同埋移民嘅情况。咁所以大家呢听到呢度呢大概都了解到底呢班 BNO 人去到英国呢系经历緊啲乜嘢。但其实呢呢个苦不堪言嘅唔淨止系呢班 BNO 人。佢哋遇事不明，俾人哋呃咗过去进入呢啲拆船计划，去協助人哋冇人争嘅工作，同埋呢搬埋钱过去協助去救助英国政府，但係呢都救唔到几多。27个城市将会喺嚟緊几年先申请破产。英国现在目前嘅情况呢就係、是、有730万户嘅家庭已经喺过去半年冇生活嘅足够必需品。730万户嘅家庭，如果一家三口嚟计係超过2000万人嘅生活係苦不堪言，连生活基本嘅必需品都没有。英国嘅人口呢就6700万。已经有超过2000万呢係生活苦不堪言㗎啦。可想而知呢个国家係差到啲咩程度。最近英国呢嘅财商就话啦，如果你英国6个月都搵唔到工作嘅话呢，你就会失去你嘅救济金。如果18个月都冇工作嘅时候又想攞救济金呢，你就要去职员再培训同埋实习，即係逼你学习，逼你学做嘢。英国再豪唔起啦。因为多番有唔同嘅行业唔同嘅员工争取底下搞大停工底下呢，就终于英国呢就提高咗最低嘅小时工资。
大家头先听到嗰个人咧就话佢每个钟有啊10.5英镑噶嘛，嗱而家提高咗啦，就系11.44一个钟，嗱真系加得好多，严重嘅通胀根本已经远远超过薪金嘅加幅，再加上经济嘅差，英国为咗振兴经济咧，就已经为啲企业嚟到减税啦，但系咧啲企业有人够胆开公司先算啦，开公司代价几大，啲员工下下都同佢讲威吓老板同埋大停工嘅啊。边有人够胆嚟到开公司？边有外国嘅投资？然后而家咧就踏入咗寒冬噶啦。虽然我哋香港就唔系好冻，英国咧其实自从啊10月开始啊冻到腾腾震。而家英国大家记得噶啦，去年嘅冬天咧，英国系俾咗严重嘅通胀嘅能源，讲紧咧系4倍，有啲城市系10倍嘅天然气嘅费用嘅。今年亦都唔好得去边。根据天然气电力公司市场办公室嘅声明讲到咧，嚟紧2024年第一个季度，英国人平均要交就系18,855港元3个月嘅电费，系比去年同期上升咗 5% 嘅，变成18,000几嘅电费3个月。但系咧，佢话政府都会有啲补贴嘅，补贴你6嚿水咁啦，每个月能源嘅涨幅系 27%。曾经喺9月嗰阵时候咧，个能源嘅涨幅咧，甚至去到30%添。步入咗冬天啦，好多英国嘅家庭咧都难以负担昂贵嘅能源费，所以好多人咧屋企嘅雪柜、冻柜啊、暖炉全部掹晒插苏，全部唔用，导致咩咧？导致好严重嘅社会问题。本来呢啲人已经穷噶啦，本来呢啲人已经滚蕉唔得晚，亦都冇饭好食。英国有90%嘅学校而家咧要进入呢个救济嘅工作，就为佢90%啊！嘅学校，英国系要为佢嘅学童嚟到派衣服同埋食物。呢啲学童呢亦都有好严重嘅问题，就系佢哋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因为屋企减少咗刷牙，屋企减少咗冲凉，所以佢哋成日病。仲有啲直情啊，人都唔见添，因为屋企连交通费都俾唔起，所以佢索性咧就翻唔到学啦。有70%嘅学校呢就系派呢啲啊现金券或者食物券去俾饿嘅嗰啲细蚊。或者补贴佢哋嘅早餐，早餐咧对好多同学嚟讲都已经变咗奢侈品。呢种情况，好多学校嘅老师、教育界都表示系佢哋英国25年从来未见过嘅。而当好多屋企佢哋根本咧系连雪柜同埋暖气都唔用嘅时候咧，佢哋成日将啲变坏咗嘅食物咧冇办法之下都要食落肚，亦都导致严重嘅健康问题。有1/4个穷苦家庭，有1/4嘅穷苦家庭咧。是能够申请咗10月嘅家庭贷款，即是又要孭重债啦。而有1/6嘅呢啲穷苦家庭呢是需要去到社区嗰边嘅暖气房嗰度呢嚟到取暖。所以佢哋嘅生活根本就是苦不堪言。但英国有咩治国嘅灵丹妙药可以讲系冇嘅。英国现在嘅情况可以讲得系反云覆雪。730万户嘅家庭已经有半年系冇生活嘅必需品。即是超过2000万嘅人口呢是活得咁鬼艰苦，而英国只不过是6700万嘅人口，将近1/3嘅人呢是活到如此。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英国嘅社会英国嘅犯案率会好严重㗎喇。係呀，英国嘅社会犯案率好严重。其实过去3年呢，关于粒嘢抢嘢影响到商铺嘅经营已经系每一年以倍数咁嚟到增加。嗱，去到2022年呢，即係去年最新的数字来计的话，那个犯案率是飙升，被抢的货物达到这个历史的新高，就是91亿的港元的货物是因为犯案被抢而失去的。就例如说英国有些大型的超市，他们说这些人已经经常去粒嘢，已经变成惯的罪人了。他们已经由过去粒一两件变成了就懂得带埋啲 shopping bag， 带埋大嘅袋呢去满载而归。去到嘅时候呢，佢哋呢会搵呢个切割嘅工具啊，或者搵啲螺丝批啊，建筑嘅工具呢嚟到作为呢个武备嚟到威吓其他人。有好多人呢就索性两手空空咁入到去，入到去先至抄起任何工具呢嚟到去攞嚟威吓人，连架撑都悭返。英国有个最大嘅超市集团叫做合作社集团，他们说平均每一日在他们的集团旗下的超市，平均每一日都有1000单的粒嘢事件出现的。再讲多次，不是一个月，
是平均每一日佢旗下咁多超市，总共夹埋都超过1000单嘅粒嘢出现。然之后佢哋话根据统计咧，佢哋每次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咧，就梗系啊，你 call 黄气啦，嗱，英国嗰啲就真系叫黄气啦。但系去叫警察嘅时候咧，有超过70%嘅时候，警察都系派唔到人过去嘅，即系呢个就系英国嘅情况啦。佢哋话好多人咧已经懂得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亦都非常之有经验咁去超市嚟度揼嘢。由以前真系揼嘢食，去到咧，仿佛就好似当咗嗰度系呢个wholesale 批发商咁样。佢哋去到咧就会揼最贵嘅咖啡啊、最靓嘅肉啊同埋酒，然之后咧佢哋就会转售出去，仿佛咧好似当佢哋唔够钱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喺超市嚟度入货，然之后咧就会喺佢哋自己嘅途径嚟去售卖。呢班人咧已经变成生意人啦。当佢哋变成生意人嘅时候，可惜咧啲超市咧就冇晒生意。咁其实咧，你慢慢发展下咧，英国嘅情况就会变成好似美国咁样，就会有美国嘅特产就系零蚊 shopping 零元购啦。咁咧喺美国嘅情况就系好多州份、好多连锁嘅呢个大型超市都系咁而执咗。咁相信英国咧好快都会咁。当然亦都英国现在好多超市系执咗嘅。英国所以咧，佢啲牛奶啊，嗰啲牛油咧，系居然咧系锁咗喺雪柜嗰度，要人哋咧开锁先可以攞得到货嘅。因为点解啊？因为牛奶同埋牛油咧都已经变成咗奢侈品。英国目前有好严峻嘅情况，大家知道咧，最近啊就系前首相卡梅伦啊都要回巢嚟到去协助，话吓公开就话。因为新伟成咧就当家，咁我就凭住我经验同埋我嘅智慧嚟到去协助新伟成政府嘅，嚟到去带嚟 positive changes。其实此举就系一个非常之落面，当然佢唔会公开你又话新伟成力有不逮。始终英国嘅情况咧，好多人就话新伟成咧就无力嚟到去解救英国嘅情况，但其实英国嘅情况到底，总之系边个当家咧，其实都要面对而家嘅情况噶啦。所以我哋话咧，英国政府其实好叻，英国背后咧嗰啲大佬咧就深深明白到，由呢个 Boris Johnson 年代开始面对咁嘅情况，其实由2020年病情之前，英国已经面对史无前例咁高嘅失业率，所以咧佢哋系要特登借住呢个机会嚟到呃啲啊 BNO 人嚟到去救市嘅。英国根本就系完全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咁啊救唔到几多啦，始终一个国家嘅问题。唔系你哋区区十几万啊嘅人咧，当埋自己层楼过到去咧就救得到嘅。去到卓维斯做咗百日皇帝都唔够，然之后就到新伟成。新伟成系一个印度仔，佢嚟紧2024年就要面对大选啦。大家知唔知？即系话佢根本咧就系喺Boris Johnson 俾人踢落台，卓维斯又俾人踢落台，特登换佢。此举系好犀利，即系证明英国好识玩政治。英国目前嘅情况咧，系一个烫手山芋，边个接嘅话咧都顶唔顺，乘机将呢啲嘢赖落新伟成嗰度，亦都可以显出啦，英国咧嘅民主包容，印度人都可以做到首相啊等等，咁令到啲印度族群咧，印度裔嘅人好开心。你话咁何乐而不为咧？咁啊，最后相信咧嚟紧2024年咧就会选个真系纯英国人咧嚟到可以做翻啊呢个首相噶啦。嗱，大家知道一样嘢就叫做卢旺达啫嘛。卢旺达嘅最新消息系如何？新伟成上任嗰阵时候，佢强调啊，一定要咧将英国啊嗰啲过剩嘅移民问题嚟到去处理。一年嗰阵时候嘅移民咧系60万人，60万英国系顶唔顺嘅，英国最多消化都10几万嘅，即系新伟成话。咁但系到底一年嘅过去啦，佢有冇成功 reduce 到、减少到啊？净移民咧系冇嘅，反而仲增加咗添，由呢个67万已经再增加到啊！74.5万嘅净移民，系由2022年嘅年中六月去到今年嘅年中嚟到统计，咁即系话不但止冇减少，仲系增多。呢啲移民咧，到底是否啊高才同埋专才咧，亦都唔系。呢啲全部都系去到咧，希望寻找优质生活啊而过去嘅，即系佢哋去到系唔会带钱过去嘅，大部分都去到咧系增加咗英国嘅负担同埋抢人工嘅。所以 BNO 人去到以为自己烂妻烂做啊！点都可以揾到工嘅时候，其实唔系你系同紧好多人嚟到竞争，而呢啲人咧系比你更加烂砌烂做嘅。所以英国嘅新伟成破坏咗自己嘅承诺，咁好多人都知道啦。若然你系唔会减少啊呢啲咁嘅劳动移民过嚟嘅话，咁当初点解要脱欧？脱欧系为咗啲乜嘢？
总之嚟緊2024年呢，新伟成又面对大选啦，到时又睇下英国玩啲咩政治啦。最高嘅法院，英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咗，就係喺2022年4月嗰时候，去年嘅4月，英国政府就同呢个卢旺达达成咗一个協议，英国会出钱1亿4000万英镑嚟到去俾卢旺达，嚟到去安置一啲嘅颠沛流离嘅人。佢哋好有决心做呢件事，甚至啊有好多班机呢都已经承载住以万计嘅呢啲颠沛流离人。但係呢去到最后一刻都俾啲人权组织嚟到刹停截停咗，嚟到坏佢好事。呢件事呢就由下级法院去到最高法院嚟到去判定。最高法院喺11月15号判定咗，将人送去东非，送去卢旺达呢样嘢係违法嘅，因为呢样嘢就违反咗人权。呢、这个最高法院嘅院长讲到，极有可能相信啲人踢咗去卢旺达呢就会受到唔好嘅待遇，咁样呢就违反人权嘅。而卢旺达呢个地方过去根据人权嘅记录呢都系劣迹斑斑，佢哋话。而呢件事呢最高法院咁样讲嘅时候，啲人权团体呢梗系非常之开心啦，因为佢哋个胜出咗一仗。问题系头痛啊，头大嗰个系新伟成啫。新伟成如何应对啊？就话啦，无论点我2023年都要将呢班人搞去呢个卢旺达。第一季春季我就要达成呢个目的啦，所以新伟成会动用一样嘢叫做紧急法。用紧急法嚟到将啲人踢去卢旺达嗰度。啲人呢就问佢啦，一直以嚟呢个减少移民，而家咁多人嚟条数点计啊？新伟成话嗱，嚟嘅人都系合情合法咁嚟㗎。我要踢嗰啲主要呢就系踢嗰啲经过英伦海峡嚟到去违法咁嚟到进入我哋国家嘅人啫。甚至呢新伟成话现在已经改緊呢个政制，甚至立緊有关嘅法律嚟到等踢人去卢旺达呢样嘢合情合法。将踢人去卢旺达呢样嘢升做一种条约，佢嘅做法呢绝对合国际嘅法律嘅。嗱，啲 BNO 人呢就曾经喺英国嘅 manual 里面就等同嘅叙利亚同埋乌克兰嗰啲人摆埋一齐嚟到研究嘅。但究竟系真系揸住 BNO 殖民 passport 嗰啲啊，定系申请嚟呢个政治庇护嘅嗰啲人呢，到底几时先轮到啊？有申请政治庇护嘅人喺英国嗰度俾人踢过去啊！卢旺达呢嗱，讲个人俾大家听就知道啦。大家知有条友去到好出名，但系冇 BNO 噶啦。呢个人就叫罗冠聪，佢申请政治庇护嘅，唔知佢会俾人踢过去咧。讲到呢度，我哋需要引用陈国基先生讲嘅一番说话，就系好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去咗外国先知道咧，根本唔系佢哋谂得咁凄美动人嘅。不过咧，呢班人真系都唔知点形容佢好。如果佢去外国，咁时刻保持正面积极，咁愿意劳动，同埋唔会同老板顶嘴，唔会同社会辩驳，咁你用同样嘅心性喺香港，你早就已经系过一个非常之好嘅生活啦。点解要去到外国嗰度，你做啲最下难嘅嘢？呢班人呢用道理系讲唔通。人呢千祈唔好俾心理影响。人一俾心理情感感情用事嚟影响嘅时候呢，往往就会做出一啲咁不利于自己嘅决定啦。咁身为身在福中不知福嘅时候，不如我哋现在又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我哋身在香港呢个福地又可以享有啲乜嘢好嘢啊，例如话优质嘅生活同吃喝玩乐等等。起接住落嚟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属于我哋香港嘅奇迹。呢个香港嘅奇迹呢就是香港地道嘅代表翠林辣蟹坊，曾经出现过喺唔同嘅厨艺比赛，曾经出现过在不同的电视节目、饮食节目，亦都凭住优质的厨艺，有不同的菜式都屡获奖项的翠林辣蟹坊，最近推出了一个星级冠军级的海鲜盛宴。很多网友见过呢，铺过一张相出来，就是我在这个翠林辣蟹坊用晚宴。很多人都好奇到底啲嘢食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啊，咁样好多人呢都蠢蠢欲试。所以今日本台就为大家介绍，以及呼吁有兴趣同我一起用晚膳嘅网友呢，可以约定大家喺11月30号晚上7点一起去享用呢个星级冠军级嘅海鲜盛宴。以下落嚟就为大家介绍当中呢带有来头以及屡获奖项嘅菜式。呢个冠军级嘅海鲜盛宴呢，将会为大家品尝晒所有唔同嘅翠林辣蟹坊的名菜，
最顶级的菜式拼凑成一个令人一试难忘的菜单。头盘呢，大家就先享用这个黄金的山水豆腐来到开开胃先。最重要呢，就是黄金豆腐的面头要干身，不可以散，不可以碎，而里面的山水豆腐呢依然嫩滑。跟住第二道，马上呢事不宜迟，我哋就直入重点，就是我哋嘅地道代表避风塘嘅大肉蟹。须知道避风塘嘅辣蟹呢，就係翠林辣蟹坊，梗係佢嘅招牌菜啦。但係如何去分辨到底点解翠林辣蟹坊嘅避风塘辣蟹係被誉为新一代嘅蟹王呢？就係如何做到优质嘅避风塘炒蟹。首先大家知道避风塘呢，就係有辣椒、炸蒜、豆豉等等的香料呢，你要炒出那个避风塘的调味料。那个功夫位呢，就是在于当中的香料，等它冻了的时候呢，不会淋，不会湿，不会油，就算冻了都依然是脆口。这个呢就很讲究避风塘那个香料的炒工，那个师傅的手艺了。而且翠林辣蟹坊所选用的呢，都会是大肉蟹，起码两斤重一只的大肉蟹。为了令到大家呢都能够接受到，所以呢在11月30号大家品尝这个菜单的时候呢，就会是基本的小辣来到适合大家的胃口的。但若然有些朋友是吃得更加辣的时候呢，不妨今次之后呢自己再去吃自己喜欢的大辣。他们的大辣呢也都得到很多内地的同胞来到香港的时候一定要过来试的，亦都成为了网上的热搜。跟住第三道就是为大家介绍一味大有来头的菜式。这味菜式叫做椒麻拆肉濑尿虾。椒麻呢就是由炸蒜、辣椒、花椒等等来到做调味，椒麻。但是为什么是拆肉濑尿虾呢？就是它半拆肉来到去泡制。那吃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用剥壳，你可以连壳吊住呢，这样来咬到淡淡的肉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呢？背后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话说有位知名的飲食主持人叫做黄丽梅，在一次的飲食节目上面，黄丽梅就考翠林辣蟹坊的英哥英师傅，就是说我又想吃海鲜，但我又不想剥壳，但我又要吃得香口，那我应该怎样？英师傅就马上就想到这个椒麻拆肉的濑尿虾来到炮制给他，吃得方便，吃得滋味，亦都能够吃到香口的海鲜，一次过满足他的三个愿望。点知这味菜呢就变成了翠林辣蟹坊的招牌菜之一。跟住蔡少芬，香港的明星演员蔡少芬，在一次特别的节目，真人节目叫做《不可思议的妈妈》里面呢，蔡少芬都要请大厨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向这个英哥来到特登就是学这个拆肉的濑尿虾这味菜。翠林辣蟹坊选用每一只濑尿虾呢，都选用到最大只，平时一只卖都要600元一只的大濑尿虾，用料上乘，功夫亦都更加上乘。跟住呢是时间呢就要找翠林辣蟹坊的招牌汤给大家来到去湿下口，就是浓汤大花胶鸡煲翅。这味菜呢特别的地方，首先当然就是这个浓汤，就是煲足4个钟头的浓汤大花胶鸡汤啦。但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煲完汤之后呢，所有汤渣呢就是隔走了，全部抌了它。然之后呢，翠林辣蟹坊就会另外再蒸一只鸡出来，然之后在淋上菜之前呢，就将蒸了那只鸡再摆落去浓汤上面再煲，然后呢就上菜。上菜大家品尝到这个浓汤大花胶鸡煲翅，用的是10头大花胶，用的是9两翅，但是呢千祈不要忽略那一碟鸡。那碟鸡呢不是汤渣，是一个重新蒸过的一只鸡，吸收了浓汤的鲜味。告诉大家听个故事，就是我和我妻子去吃这味菜的时候，我见她不断吃那些汤渣，我说喂，还叫了很多东西，你不要吃汤渣啦。她说不是哦，这只鸡好好吃哦，就算是汤渣都。怎知原来是我们错过了。问回呢宝林姐，即是翠林辣蟹坊的老板娘，才知道原来她不是汤渣，她是另外再蒸过的一只鸡，吸收了浓汤的鲜味再上碟的。所以其实我当日都浪费了，早知道吃多两嚿鸡啦。跟着享用完这个浓汤大花胶鸡煲翅之后呢，就到一味网红名菜
翠林拿蟹坊咧，竟然成为在内地嘅网站社交平台咧嘅网红餐厅。一个2016年得奖嘅菜式就叫黄金流沙虾球，用嘅咧系越南大虾球。呢味菜不但只喺16年得奖，而且现在咧系喺内地嘅社交平台上面咧系最热嘅热搜嚟嘅。大家知道黄金流沙虾球咧，想必就系有层蛋黄咧嚟到铺面。嗱，好多人咧，如果唔想食得咁咸，往往都会觉得哇，啲黄金虾球好咸嗰啲蛋黄，但系绝对唔系咁样。翠林奶蟹坊嘅黄金流沙虾球咧，个咸度啱啱好，因为佢哋嗰啲蛋黄咧，原来出面有好多蛋黄咧，就系买翻嚟嘅蛋黄粉嚟到包虾球嚟到炸出嚟嘅。但系翠林奶蟹坊系用佢哋自己蛋黄同埋自己制造嘅炸粉咧嚟到制造呢个黄金流沙虾球，所以呢个咧亦系翠林奶蟹坊嘅必食菜式。然之后食咗咁多啊香浓嘅海鲜咧，跟住就系时间食下龙虾啦。但系唔再系炸，系会炒嘅。嚟紧呢味菜咧，就系榄菜干碧澳洲龙虾。干碧咧就唔会好辣，榄菜嚟到炒，干葱牛油嚟到碧炒澳洲龙虾。咁食到嚟呢度咧，大家都食尽啦，肉蟹、濑尿虾、花胶、刺、虾球，甚至龙虾都食咗啦。咁仲争啲乜嘢啊？仲争另一只圣旨啊！大家食得多啦。如果圣旨王的话呢，相信大家都有吃过，但是翠林辣蟹坊的圣旨王呢，就是用他们自己秘制自制的蟹酱来炒的。这味叫做蟹酱炒圣旨王，用的呢就是翠林辣蟹坊强调他们不用细的圣旨，一定用圣旨王八寸长的苏格兰圣旨炒呢，就是用他们自制的蟹酱来炒。翠林辣蟹坊的蟹酱用的是蟹油、蟹膏、虾米来去炒，推炒啊好多个钟头啊，先至成为成品嘅蟹酱咧，系佢嘅招牌蟹酱。嗱，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好似系佢哋会一啱啱嚟到去俾你售卖翻屋企嘅。咁但系咧，好似成日都卖晒，所以咧我系未见过。嗱，唔知大家如果当日去到翠林辣蟹坊嘅时候咧，唔知可唔可以买翻一两啱翻屋企嚟去炒下菜？佢嘅蟹酱系非常之好食嘅。咁海鲜食到差唔多啦，有冇肉类食下咧？翠林辣蟹坊为大家推介一味叫做心中有我。咩叫心中有我呢？就是海参丝用啊炆锅嚟到煮出嚟嘅炆鹅嘅一道菜。海参丝嚟到炆黑草鹅，嗱大家睇下呢张图，选用嘅黑草鹅炆出嚟咧就喺呢个锅度炆出嚟。除咗卖相美观之外咧，食咗咁多味啊海鲜，食下呢味啊鹅煲，其实啊都别有一番风味嘅。然后好多人话食咗咁多海鲜同肉类啦，有冇菜啊？当然系有啦。呢味菜咧，我亦都有个故事同大家讲下。呢味叫做啫啫福菜花。福菜花咧用嘅就系福建嘅福菜花，但系呢味菜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好食到一个程度，系我同我妻子去到嘅时候，佢居然摆低晒其他海鲜唔食，就净系系咁啄呢个福菜花。佢用嘅椰菜花咧，唔系出边嗰啲一大嚿嗰啲椰菜花，系用长条形、比较松身、比较香口嘅椰菜花，配呢个锅咁样食咧，个味道系非常非常之好食。嗱，我有相为证嘅，当日咧我叫咗咁多个餸，呢味嘅福菜花咧，就系我妻子系咁啄嚟食，佢宁愿食呢个福菜花，都忘记食隔篱啊香口嘅海鲜，可以见得系好食到咩程度。而我自己食过，亦都系非常之好食，简单一味啊，蔬菜。味道都非同小可。咁最后啦，仲争啲乜嘢啊？争主食。有啲人咧冇饭到肚咧，就点样都唔觉啊饱嘅。呢味主食咧就叫做食神炒饭。食神就系呢味菜，曾经出现过喺谢霆锋嘅十二道风味里面，得到大龙师傅亲传俾阿英哥。翠林辣蟹坊嘅英哥英师傅就变成咗佢哋嘅招牌炒饭食神炒饭啦。咁里面嘅用料系啲咩呢？我而家就唔同大家介绍，不如大家咧喺食呢个炒饭嘅时候咧，大家感受下里面有啲咩料。总之咧，一定系好料，一定好食，叫得食神炒饭，绝对非同小可。而且系啊，电视节目啊出现嘅，英哥英师傅就系翠林辣蟹坊嘅大厨，亦都曾经出现过喺大量嘅电视节目里面，亦都喺唔同嘅烹饪比赛里面咧获奖无数。
大家可以看看，例如湖南电视台的飲食节目，在上面亦都有这个厨艺的比拼。翠林辣蟹坊是我们香港的奇迹，亦都得到很多明星名人的热爱光顾，亦都曾经在不同的电视节目甚至电视剧都有用翠林辣蟹坊来取过景，是一个星级的饭堂。要感受翠林辣蟹坊这么多味得奖的菜式，星级的菜式背后大有来头的菜式，这个星级的冠军海鲜盛宴可以一次过满足大家。飲食呢就封建游人的，顶级的菜式呢价钱呢亦都不菲，每一位价钱呢就是1288,1288一位。在11月30号晚上7点就约定大家在翠林辣蟹坊来到一起共进晚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参与这个晚宴的话呢，联络我这个电话6803-1633。WhatsApp 我6803-1633来到去订位和交收。我不会在11月29号截止，我会在提早几日之前27号前就会停止报名的了，因为要筹备这个星级冠军级的海鲜盛宴筹备需时。吃东西就封建游人的，能力所及的话亦都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11月30号报名来参加这个海鲜盛宴。报名的截止日期就是27号前，希望大家把握时间。WhatsApp 6803-1633来到去报名。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请大家点击家国天下的频道，点击隔离的订阅制和钟仔，新的节目和新的活动新的聚会就马上在大家电话通知大家。多谢。